始于天，观法于地，道于地气，观鸟兽之动，取于火，观自然，取于其火，想出进取诸身，远取诸物之念，领悟到天下万物是以阴阳及相互间为对立性之时，在天地人三皇作为三线归位，再以三线化为三爻，言出一生变两仪，两仪则为天地，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为集春夏秋冬之气，四象生八卦，至发挥无穷力量。八卦为八般不寻常力量，乾一，兑二，离三，震四，巽五，坎六，艮七，坤八。八般力量，八世寻常，无穷无尽，难以测度。八卦藏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灵与势，能征象预测变化。八卦可天地定位，雷风相搏，山泽通气，水火不相舍。乾南坤北，天居上，地居下，力量合而为一，南北对峙，上下相对，威力尽显。山泽通气，艮为山，居西北，兑为泽，居东南，泽为四通，泽起于山，为山为雨，水与交融，深藏不露。雷风相搏，雷居东北，风居西南，则风卷残云，雷迅风亦烈，风激而雷亦迅，是为速度。水火不相舍，离为火，坎为水，得水以济其寒，火得水以其燃，不相熄灭，其功力不绝。一数坎兮，二数坤，三震四巽属中分，五纪中宫六乾室，七兑八艮九离门。乾三连，坤三断，震养余，艮复满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兑上缺，巽下断，为八卦图形。无从触摸，无从探索，不能观出其弊，不能察出其妙，再创其无穷之力，克敌制胜，至无极无限。
大地。